近期，王力宏的微博晒出美照，他还发文称，一周健身六天已经是一年半的节奏了，效果开始出来了。曾经的颜值担当不知何时开始练起肌肉，并在微博中大秀成果。年仅43岁的王力宏身材劲爆，两块胸肌，六块腹肌，让很多小迷们们看后不禁小鹿乱跳。微博里他还艾特老婆李静蕾，自己这么苦练肌肉是为了博老婆的目光。大家都知道，王力宏爱老婆是有口皆碑的，好男人的他同时在生活中也是严于律己的典范。其实王力宏锻炼肌肉目的还是告诉大家，无论多大年纪，坚持运动都不算迟，只要够坚持够刻苦，终究都会像他一样得到回报。除此之外，也是为了不久后的个人慈善演唱会福利秀做准备，想要在演唱会上带给歌迷们一个不一样的惊喜。有网友认为，王力宏的歌固然好听，但他的人格魅力更值得大众喜欢。对于王力宏这样的艺人，大家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评论。